你是叫比赛吗？我是。哈喽，倩倩。她是妈妈的好朋友，你还没出生的时候，妈妈就跟她一起比赛唱歌呢。要进来玩吗？走，进来阿姨玩，跟姐姐玩，我就叫姐姐，就叫阿姨。压力大吧？ 比赛大度啊，真的。比赛，可能也有压力，但是也不会像这样嘛。这个我看着都特紧张，你比姐姐就在里面唱歌，她每个星期都会给大家唱歌。还是叫我阿姨吧，要不然我会叫你阿姨。<笑>我也觉得很奇怪。<笑><笑>要不你说吧，你说她是阿姨还是姐姐？你说，嗯，你觉得她是阿姨还是姐姐？姐姐，<笑>谢谢你。<笑><笑>快奖励一个。 这个好可爱耶，小兔耳朵，喜欢吗？你说谢谢。谢谢，你给说了个咋样？那就拜拜了，我就走了。加油，你说加油，亲一下。那么生疏啊？今天哭那么多呀？<笑><笑>来，下个起来，你说加油，亲一下。你说姐姐加油。姐姐加油。亲一下。谢谢。<笑>姐姐的家里玩已经跟姐姐熟了，好不好？你说请姐姐到我们家里玩，好吗？好啊、姐姐是阿姨的好朋友。姐姐是阿姨的好朋友。姐姐是阿姨的好朋友。<笑><笑>我带你去看比你还小的小朋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走，好不好？就在旁边。 心里是谁来了呀？我的副业名字天宇晨。你知道阿姨肚子里一个小宝宝。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看看。摸摸看看。哎呦，是大不大？大不大？嗯。那你唱的时候会感觉到它在动吗？ 唱的时候就没有不会哭的，特别我每次看你唱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感觉到那种对歌手对歌的那种热爱，然后又感觉到妈妈的那种辛苦，就宝宝以后一定要多疼疼妈妈，一定要听那种。倩怀孩子的时候会唱歌吗？当时？比较少，听音乐听的多，唱的少。对，就是我属于那种不会一个人自己跟着唱歌的那种，对，但他就属于。 胎动挺厉害的，特别调皮，这肚子已经特别调皮。结果现在出来就风一样的。好多跑啊！我看你。哎，心里以后长大，你是想当歌手、唱歌呢，还是想去像爸爸一样？像爸爸一样，像妈妈一样，你选哪个？你想像爸爸妈妈？像爸爸一样，像妈妈？像爸爸一样，像妈妈？像爸爸一样，跳水是吗？好，我要像样是吗？你说出来呀！可以加油！谢谢，好乖哦，好，谢谢。